大伟吗？大家好。2023 HITO 流行音乐奖三日隆重登场，这次衣柜歌手 Hush 又以超惊人造型吸引全场目光，甚至还在后台表演变装，直接小翻大家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枕头？它是枕头。可以打开看吗？它是枕头，而且它是你的枕头还是它是？它是有扣的，它其实是本来就设计在里面。好荒谬哦！我要把它。他说他看到你说他心里给他太多的启示了。没有，他因为他都不想跟我合照，他说我不允许人肩膀给我上去站。而他今年入围金曲奖，被问到如果得奖要怎么庆功，他这样说：要怎么庆功？就是先去那些希望我拿最佳女歌手的朋友面前打他们一巴掌。然后林中啊，南哥，好像好像蛮冲突的，不要好了。